这一次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使用 My Billboard 来进行线上的直播教学，或是录制非同步的上课的录影教材。首先，其实我们可以使用 My Billboard 的 Windows 模式，按下这个按钮，就会回到您的桌面上，那也会发现多了这样的一个 My Billboard 的工具列出来。那么我就以今天我在远距上课所使用到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在 My Billboard 工具里面有百宝箱，我今天呢就使用了这个时钟。那这样的方式呢，就跟在教室一样，我们在这个墙壁上其实也有一个时钟，那大家呢就可以留意一下现在的一个上课时间。第二个，我也使用了这个倒数计时的工具。好，当我们在跟同学呢进行讨论或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倒数计时提醒同学还有多少时间。此外，像它的尺也很好用，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画直线或是斜线的时候，只要把游标移到这个边缘，就可以画出线段来。那么线段的颜色呢，是由我们现在在 My Billboard 的这个笔的颜色所决定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画出指定的颜色的时候，你可以先把笔的颜色先设定好，再来叫出刚才的这个尺规来画就可以了。好，那当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绘图模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您的这个画面上直接就使用画笔的功能来进行就是课堂上的说明。我们以大家最常用到的简报教材来说，如果您在需要简报上进行注解的时候，就可以切换到笔的功能，再点它一下，就可以打开我们笔的颜色设定，或是你要使用什么样的笔刷。好，那这个时候当然您就可以像平常简报的时候一样，在上面做注解。那如果您觉得这个画面是有需要保留下来作为待会复习的时候使用呢，您也可以搭配一下我们上面的这个截取工具，可以选择截取全幕，也可以选择截取部分的画面。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帮我们把画面放到我们的 My Billboard 里面来。那老师呢，如果你有需要再做其他的补充，或是你只想把它暂时保留下来，我们就可以保留在这边。待会呢，我们再继续回到这边来做一个复习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呢，重新回到这边，您就可以继续到您的简报里面再继续往下再看。好，那除了这支笔以外呢，当然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可以使用。好，那么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当您在使用这个笔的时候呢，这些笔记会预设留在我们的画面上。如果说您想要把它清掉的时候，好，您可以选择这个橡皮擦，那点到它，预设是像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清除，你也可以再点它一下。所有 My Billboard 的工具都是相同的概念，点一下有基本功能，再点一下会出现完整的功能，透过上面这个就可以把整个画面把它清除掉。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用框选的，像这样子把不要地方框选起来。那如果说呢，您已经有需要回到我们的就是 Windows 的操作，离开笔的模式，您就可以选择这个滑鼠。好，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笔记其实会留在上面的。所以如果说您讲解完了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笔记清掉。好，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滑鼠状态，就可以继续开始您的这个简报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My Billboard 的一个特色服务，就是您现在看到上方的即时语音字幕的一个功能。目前呢， My Billboard 应该是唯一一个有支援繁体中文的一个视讯软体。其他像我们 Google Meet， 他们都只有像英语或是西班牙、法文等语系。
目前 My Billboard 所使用的是微软的语音辨识技术。您可以发现，在刚才这样的讲话过程里面，一般来说口语化的准确度都还蛮高的。虽然目前这个功能它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些字幕的样式或是位置，但是希望它未来以后其实这个功能可以释放出来，就大家在使用会比较方便。现在呢，这个即时字幕的功能有开放给已经申请免费教育版的学校所使用，只是您还需要像我部落格上所写的，在一个 My Billboard 的网址那边去提出申请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My Billboard， 它也有录影和直播的功能。您点到这个抓图的图示之后，按下这个就会打开这样的一个录影的画面。您可以先检查一下，看看你的麦克风输入的情形。第二个呢，这边是直播，这边就是录影，所以您可以在远距教学的过程里面把您的教学过程录制下来，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录制非同步的线上教材。按下之后呢，它会请你选择你要录制的萤幕解析度，接着开始倒数计时之后，您就会看到有一个录影的工具列跑出来了。好，那您可以从这个地方呢看到它的录影的时间，那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先进行暂停，等到 OK 的时候再继续做录影。那么停止录影之后，您就会看到有一个，您可以听到跟看到刚才的一个录影的状况。如果确定要储存，按下之后呢，就可以将它储存成 MP4 的格式。